那要去我为什么一直那么难呢？就是因为有些事没有通，想不通，所以他做起来他觉得说归说做归做，没有认同，没有办法感同身受，要真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见真章的东西就比较难。所以这会儿呢，我们就来单点急迫来看了人生中有些东西就是一个观念，想通了很多事情就能够做得到。那么我们在讲呢，这个不管怎么样，很多时候的事实好就不说，坏都是自己找，自己找的，自己所扰。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讲的这些杂质，它对应到红尘诸事，就是你一条线呢丢出去是吧，准备钓鱼。所以呢，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要在可能性里面呢抽丝剥茧的，把自己越练越轻，是不是？杂质越调越少，那才能够这个往上升呢、啊，轻了才会往上升呢、啊，会飘啊，对不对？重了就下去了，是不是？所以很多的生活面，很多的观念，天地的真理绝对不可能，也不会是一个谬论下去，然后它就会谬论加谬论，然后后面都会通了，不可能。反过来，天地真理呢，一个通了，哎，你的逻辑好像被打开了，你很容易通。所以这个通那个通，这个全部加起来都通了，好事，搞定了，你知道吗？所以人家说这个通不通达，要通才能够到达，要不通就达不了。所以通达与否，这就要看自己。好，所以你说这我不除，你怎么调整？调不了。这我先放旁边了，那调着调着，原先的我，因为调整后会更加的可爱了。你说那些很矜持的，有没有？很这个没办法，心中的这些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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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哎，渐渐的都有弹性，都有生机，所以生命里面呢，生机多一点呢，好事，是不是？生机多一点，转得动了；生机越来越少，最后散了，哪了，没了。你说到底是心影响身体，还是身体影响心理？互相影响。但是谁可以带动呢？心理，是不是？所以这你要懂啊，就是鸡生蛋，蛋生鸡啊。到底谁生谁呢？要先搞清楚，是不是？所以当你的心特别因为你自己的愿意啊来做可能性的进步的调整的时候，可以发现这原先要用多少的力，后来用的力就越来越少，也就越来越顺，也就让自己的生活境变得越来越好，烦恼也就越来越不见了，是不是？那各种东西呢，负面都越来越少了，好，正面的东西越来越多了，那不就解了吗？这好事了，对吧？所以这些东西怎么可能是你钻牛角尖后会有得呢？对不对？会得这些呢？所以咯，你平常喜欢钻牛角尖的人，总认为自己聪明的人，总是大言不惭的人，总是自己感觉良好的人，过于良好的人，也就特别的要留意自己的各种可能的心态位置，会不会给自己绊住了？